大家好，我是大屋品牌料理长张瑞奇，今天为大家介绍元气香菇饭团。那做法非常简单，欢迎大家在家里做做看。原则上我们先会改变那个香菇的一个外观，抓上特制的一个酱料，然后减轻香菇本身的一个味道，让小朋友可以更能接受这样子。